九八八聚焦东盟。来到了星期一，你好，我是舒婷，一起来关注头条看点。头条看点。相信呢，不少的朋友对于我国彭亨州的著名旅游胜地金马伦高原不陌生吧？那要是在金马伦建造一座户外滑雪主题公园，你觉得怎样呢？根据当今大马的报道，新加坡上市公司，也就是沈氏休闲集团，有意在金马伦建造占地60英亩的户外滑雪公园。那主题公园呢，还会新建5座的欧洲风格的村庄，包括了伊比利亚、布列颠岛、巴尔干、北欧和阿尔卑斯山的风格村庄。不过呢，这项建议啊，就遭到了环保人士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担心破坏环境，加剧了土崩事故。根据东南亚环球报的报道，马来西亚环境之友主席美纳拉曼批评这是疯狂的计划，因为金马伦高原已经过度开发了，是属于土崩高风险的地带，平均每年呢是会有2次重大的土崩。马来西亚自然协会的彭亨主席诺惹汉也点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认为主题公园和金马伦高原的自然悠闲面貌并没有办法调和，而且呢，金马伦的道路狭窄，恐怕没有办法迎接大批的人潮。另外，根据报道，沈氏休闲集团的执行长沈之庆表明，该集团呢会选择地点的时候已经做了详尽的考虑，而且啊，这是一块私人地哦，是由地产公司 Hector Muda 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他说，这个主题公园计划和槟城的冒险槟城 Escape Penang 主题公园类似，是要打造成家庭共享自然的地方，会大规模的植树和保护现有的环境。无论如何，这项发展计划呢依然在环境影响评估阶段 EIA， 所以呢，根据报道并还没有获得批准的开工。转看冠病疫情，虽然新加坡的疫苗接种率高，加护病房的重症病患目前只有14人，但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啊，因为呢，加护病房的人数可能会快速增加。新加坡财政部长黄循才说，接下来1-2个星期将会是关键，他们会关注疫情曲线以及医院和加护病房的整体情况。那卫生部长王益康也说，目前新加坡医院加护病房还是可以应付疫情的，但是啊，急诊部和普通病房就开始面对压力了。无论如何，该部会努力解决医院和护理人员负担过重的问题，同时呢，他们也鼓励年轻而且完成了疫苗的接种人士要居家休养，或者是让病患入住社区护理中心而不是医院，以便可以把急诊服务和病床让给更有需要的人。那新加坡在这2天的新增病例都是破千宗，卫生专家许丽杨就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他预计感染人数近期还会继续攀升。不过他说，除非出现了新的变种病毒，避开了疫苗或者是先前染疫所产生的免疫，否则到了一定的人口数量，感染冠病这个增幅就会放缓了，到时候新加坡就能进一步迈向和冠病共存的日子。国大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张义颖则认为，那由于新加坡大部分人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而且绝大部分的患者又是无症状或者是轻微症状，因此这不会对当地的医疗系统造成太大的问题。目前菲律宾正筹备明年2022年的选举活动，最新的消息说，菲律宾的这个拳击明星，也就是 Pacquiao 将会竞选总统大位。他喊话自己是一个斗士，在拳台上下永远是一个斗士。那就在几天之前，民主人民力量党才刚提名杜特地的长期幕僚克里斯多福吴作为总统候选人，至于杜特地本身则为副总统的候选人。批评者就说，这是杜特地继续掌权的自私计谋啊。而 Pacquiao 呢也曾经炮轰杜特地政府贪腐。那 Pacquiao 呢不仅是史上最伟大的拳击手之一，也获得了8个不同级别世界拳王头衔的唯一一人。尽管他的声望是响当当啊，但是他的民调却落后其他的领先者。第一名则是杜特地的女儿萨拉，但是萨拉已经表明他不会角逐明年的总统大位。我是舒婷，今天的头条看点就为你整理到这里喽。
工商带路。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微型企业造成严重影响，但是网络平台也成了他们的商机。泰国中小微型企业联合会正推动百株助国活动，来扶持中小微型企业，主要是让这些企业在抖音 TikTok 平台推广产品，每一次啊只需要付费100泰铢，大约是13令吉的营销费用，至少可以让上千人看到有关的产品服务了。那 TikTok 是目前排名第一的潮流社交媒体营销渠道，整个泰国 TikTok 的活跃用户是超过3000万人。该会秘书长乌东提贝表示，他们联合了 Gmail 签署了有关的备忘录，以便刺激中小微型企业的销售量，让产品服务更能够深入消费群体当中。 Gmail 主管松萨则表示，他们将会保证商家们的产品都能被看见，而且呢会将每一次在 TikTok 的营销情况报告发送给企业家，以便了解市场的信息，并且快速的调整经营策略。那说到网购哦，你经常使用的平台是哪一个呢？从2020年上半年开始啊，最多用户浏览的网购平台出炉了， Shopee、Lazada、 PGMall 和 Zalora 就稳居前四。其中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Shopee 是大马人访问量最大的电商平台，从去年上半年开始，Shopee 网站的访问量就大幅增长54%，在一年内啊就平均吸引了将近1800万的访问者。Shopee 在过去几年引入很多的新功能，当中 S Pay Later 更是允许消费者先购买商品，并且稍后付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 Lazada 则位居第二，今年上半年平均网站的访问量是高达1390万次。该电商平台经常推出营销计划，例如每月双日的闪购、 Lazada 生日特卖、免费送货等等，使到网络访问量激增。 iPress Group 和 SimilarWeb 的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大马人加入网购了，证明消费者在疫情期间对电商更具有信心，也让人们开始转移到线上购买日常用品了。iPress 预测各大类别的电商市场将会在下半年持续增长，主要是因为电商积极在寻找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大使，例如成龙、玄彬来吸引消费者。那另外呢，免邮和消费折扣的双管齐下也成为了消费者在线上购买物品的主要原因。但是啊，也不是所有物品都在网上畅销的，其中美妆类别今年就持续面临困境，同比2020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的美妆类别网站是明显下降38%。此外，时尚类别网站也同比去年上半年仅增长5%。由于人们没有参加任何的婚礼或者是晚宴，平日上班其实更趋向于穿休闲的服装。那虽然呢，线上平台是深受消费者喜爱，不过啊，也有网购平台开始往线下发展。最近，网购平台京东在印尼西爪哇省最大的商场之一 Elmo Santu City 开设了第一家线下超体店哦，面积是将近1300平方米。根据了解，消费者可以在这里买到全球知名品牌的智能手机、笔记型电脑、家用电器、家居和家具产品等等。不止如此啊，京东印尼 CEO 张力表示，未来他们还将人工智能科技的无人超市技术以及虚拟试装等等的技术与服务引入当地，并且会通过即时配送和物流服务将线上和线下的隔阂打通，让服务可以覆盖当地更广泛的地区。那其实在过去5年呢，京东印尼在当地已经建立了18个的仓储中心、142个配送站点，配送网络可以覆盖印尼90%的省份、500多个城市。同时啊，85%的订单能够实现当天或者是第二天就送达了。988聚焦东盟为你跟进的新闻就到这里。